平安夜没有收到苹果的，快来你的男朋友注射一锅卤味吧。没有男朋友的，也要自己动手哦。加入鹌鹑蛋、葱白、生抽、老抽、冰糖、豆瓣酱，还有香料包，倒入啤酒，没过食材。藕片和海带吃一点加，口感会更好。看着这咕噜咕噜的画面，也太治愈了。一份温暖的卤货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